球，是辛特利收球保护卢俊祥，跟辛特利已经杠上了，现在裁判必须要阻止这一波的冲突。卢俊祥刚刚的防守是非常的强势，有去拉住辛特利。好，所以这个牛肉艾尔斯跟曾祥军、辛特利以及卢俊祥都有冲突的出现。卢俊祥其实心脏也非常大颗，很少看到本土球员跟这种洋将硬杠的状况。是，哇，其实前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进攻篮筐的动作，辛特利也是算是他经验真的不错，因为他在切入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手也一直都在勾着卢俊祥。是，好了，现在裁判要透过检视系统来厘清一下刚刚的状况。想必是会有一些升级的动作。欢迎我们西北。不过两边的队友跟裁判反应非常快啊，在第一时间把两个人架开，所以说这一波冲突才没有进一步的扩大。同时两边的板凳席都非常的安分，是，完全没有人站起来。哦，有。